鹿谷乡洞顶茶叶生产合作社日前举办2011年春季高级洞顶乌龙茶展售会暨颁奖典礼，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品茶。合作社近年来推广茶产业相当用心，除了与对岸合作行销茶叶，让更多爱好台湾好茶的朋友们都能够选购到地的鹿谷好茶。所以今天咱看出讲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无简单吼，表示咱接受的社友，咱接受的地龙对咱合作社一个肯定啦吼。因为我感觉讲咱合作社对咱所报的咱这比赛地，甲咱辅导销售到非常的好势吼。所以今嘛大家对咱的合作社有信心，我相信咱对咱的鹿谷啊，咱这个地乡绝对有一个加分的一个效果啦吼。所以而且叫迄个今日收地收种的社所有地龙以外，也叫迄个咱这所有啊好朋友买到咱心目中的一个好地吼，嘛好茶跟大家分享原汁原味的洞顶乌龙茶，上赞啦哈！先源吴瑞芳强调，鹿谷茶在茶农们的用心之下，年年提升制茶技术，也制作出许多品质优良的道地好茶。也欢迎各地乡亲来选购。台湾的好茶在南投，南投的好茶在鹿谷，所以鹿谷是好山好水好空气，所以产生真好的品质。啊，地农嘛是真用心咧研究品质，所以会当做出真好的茶，叫消费者来啉。欢迎消费者来鹿谷吼，啉好茶吼。唔通袂记哩讲。买一挂好茶回去。先源康志和也欢迎各地爱好茶叶的乡亲能够安排时间到鹿谷乡来品尝道地的鹿谷好茶。咱合作社一年一度的这个春茶电视会吼，咱看到真侪来参加咱当地合作社的这个电视会的人吼，咱就了解讲，咱合作社会使讲历史悠久，平心公正、公平，咱的茶今年的茶水准拢足好的就对啦，咱伫只合约，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来鹿谷，会当来咱合作社，甲合作社买茶，多谢大家。在此也肯定主办单位协助行销在地茶产业的用心，也肯定茶农们的辛劳，维持传统风味，制作出道地的鹿谷好茶。民意新闻郑志维，鹿谷采访报道。